我们龙哥，我们龙哥上通勤来上班。我说你开个那个车，怕上班怕不合适哦。哎，那是我们重庆最有名的黄色法拉利。那个车怕要停一晚上，真的，莫吃饭了。起床开车好猫哦。看，起床那些技术，好硬哦。那些硬技术，硬的皮包哦。走走走，走走走。摆牌了。要摆牌是要摆起嘛？我是那些评论呢。到哪个？先说给他视频能拍一拍嘛。我。到哪个住嘛？今天要回去了，今天路人不好，要陪他们拖一下。晓得他不是那个爪子吗？快点吧。味道可以，那个要看位置。而且他那个，他那个光线都搞不到鸳鸯，他鸳鸯都在鱼洞那边了。我在鸳鸯那个江边过去点，过去了鱼个那个。至少在个东城。你熬了几年了？哎，两年了。熬了我的实习也是也快两年了。哪个住？老三。你想法挺重要的，你们24、15岁想找个抠钱，说实话那个东西都没说。好了，接着说。大家，哎，上下人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是。这位是哪个？哪个过的？哪个过的？你说来。坐坐坐。老公好幸福啊，一年一年一年的幸福啊呀，谢老板呀。那个东西还是要拜，那个还是要拜一拜我。哎，就是那个，就说自拍的表示嘛。你们那个美女。就亲他、哄他、俊他、欢喜。你呢？啊，我要红头。红头在哪头？我操！啊！跳起来，我水。哎，华哥，你变了哦！华哥，我要是幸福是幸福，但是你。你看我们第二瓶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那个火锅屋的平面送得了是的，他开车送，我们开车送上。当然我们还不要他送，不要你送。我们洗呀，我们洗的时候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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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点心梦中人了，还要耍朋友的不然都不起。你那其实的话，五五零零五零的，哎呀。火锅两瓶，两瓶，两瓶我允许了，他说他允许。哎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李明水。哦，你看你什么了？我喊你也睡睡。那我们也喊睡睡哦。嗯、我叫三幺二。我觉得 A 的名字好近些，哎，的名字。那你哪不叫？他小龙了呗。龙、哎。哎，你们玩棋噻？好幽默哦。好机灵哦。好幽默。你说起我话都接不起。我以为你一来给三幺二讲理。幽默了，幽默了。什么时候讲过第一点？我好儿，行走江湖有你好儿的。哇，我好儿行走江湖靠的是什么？靠的不要脸。我正想说，你是他哪一块脸皮？不要脸靠的是。我们都是江湖中人嘛。嗯，我不懂哈，我是卧推风。几百万的生意都是我来，我也不是名律师，我也晓得。没牙了，哥是，我是单干。哦，是那件衣服，他有点想造了，然后于是就搞了一件，结果他啪一打麻将，啪，那是中国汉吧？中国汉吗？那是中国汉吗？那是比三毛你不骑吗？三哥？不是，那说的是龙虾馍。嗯，可以。好嘞，多好，好嘞，这儿多吃点多好，不能打工了。嗯，我说要得，待会再给他点一把，我拿一锅吃完。哎，有哪一个不？那就整喽。这里面吃没吃饭的？嗯。他这其实还可以。嗯。那龙虾馍还可以。
好人你过来。过来那么慢啊。好人你过来嘛。好人你过来。哎，过来拉伤。还挺简单。你有没有试试？耶，我学了三句了。好日的，好地道哟，听上去哟。那还不说什么？要稳当一个，我像个小孩子一样。是这个，你确实。我长大了。真的。真的。真的，确实。他们那老。哎，三儿，你莫说坑嘞，先把那些，先把那些妹妹填掉再说。好久好久好久。说好吃。这个是个，还是要我们谈的。你是那儿尹先生块儿货？你管什么吧，你骑嘛。肯定是牛肉块是啥是吧？对不对？花钱，监督一下好人。这里我那会儿只喝两杯，等会儿啊，我确实受不了再来啊，还吃点烧饼。叫你等你吧。好远呢，远不远呢？三米半。那个我也不赢，不想上。那个。